就是多啲時間瞓覺啦，因為之前呢四年真係長期唔夠瞓啊，黑眼圈好重啊，而家覺得要養翻精神啲啊。我都好想试一啲从来未试过嘅尝试啦，咁嚟紧都好兴奋，因为月尾咧就会去中国内地嘅内蒙古啊，我真系未去过内蒙古啊，所以喺嗰度会拍一个独立电影，都应该几有趣噶，听讲好冻啊，所以我都好期待。咁啊唔會，而家視像電話啦、短信啦，啲科技好發達嘅，其實保持聯絡一個好嘅 communication 就得噶啦。就係內薄外厚啊，即係出邊係可以著一啲好鬆身、好 bulky 嘅 jacket， 但入邊係可以著啲好 sexy、好絲質嘅啲 shirt。咁凍驚凍嘅時候就披翻件褸咯，但係就可以即係唔同嘅 texture 可以配搭嗰個 contrast 大啲，咁樣就多啲層次啦，有多啲嘢睇啦。今日其實好中意呢套衫啊，因為呢套衫係可以好多著嘅，呢塊嘢咧其實係可以直搭落嚟變咗一個直筒嘅衫。咁之後咧，而家我就 criss cross 綁咗去做一個蝴蝶喺後邊啦，似跳舞嘅啲 dancer 嘅舞衫，因為其實好 flexible 嘅條裙，咁對鞋我又覺得襯起今晚即係咁 grand 嘅一個 shop opening 好啱啦，加埋呢對耳環有 Ferragamo 嘅 iconic 嘅呢個 C 啦，咁我所以自己都好中意啦，其實好舒服嘅呢條裙子。